这一次完了以后，他下次他要付更多的债，那你就哭死了吗？你以为地狱好啊，一天都不好过，没有太阳，是不是？没有阳光，没有月亮，他天天就什么？我做梦也去过地狱。你呀？做梦是。哦，你做梦去过地狱，那挺好的嘛。因为我们宜兰去做功德嘛，就是从什么宜兰？宜兰就是七月嘛，七月十五。哦。蓬兰节。蓬兰就是宜兰。哦，对对对对。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去做那个宜兰。哦。就是梦洞下面怎么样？哦，对，哇，挺好的。哦，是在中国街吗？哦，在唐人街。哦，唐人街，哦。我们在海平那边啊，在那个海边做。哦，海边做，哦。每年的做啊，是超度全世界灾难的人啊。嗯。Yeah, this one time in the China the temple go to the beach.Do the some ceremony to Pharaoh, the gods, the people die, the gods. Then they dreaming, go to the hills, to the tribe, see so many things. It's nice, great. Yeah. 这样子很好啊，反正就是到菩萨都是有缘分嘛。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要为了自己的将来明天嘛，不要只看到眼前嘛，是吧？我们菩萨都，天德教的菩萨都讲自弱才能自强嘛，你一定要弱，不要去强。She must tell me, everybody you need a weak, don't like a strong like a hero, some problem. If you hero, you do something mistake, a lot of things wrong, you very easy drop down to the hell.And not punish. You lack 100,000 years. Yeah, this is not nice. So people, you have to open your mind. Yeah, don't do a lot of things bad. 你看没有这个地方哈？你看一直不停的揉，揉了以后啊，它就慢慢散掉，啊，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本来要游进去嘛，游进去把它。对，好，现在啊，是这里按摩油那个头也痛。哦，这个按摩头也痛，对，那没关系，他头痛有的时候他就把你就是往上走。哦，这样子。往上走，好，那你坐起来看看吧。手啊，那个脚你要不要帮我？啊，脚老是麻。哦，脚老是麻。是。OK。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坐在那里就那个脚。我跟你讲，你这个脚哈，你要那个脚，有的时候你要两只脚这边你要揉这边要这样揉这边，啊，一直这样的。哦，你要这样子摩擦，然后这个地方这里好退过去以后这样子，看到吗？哎，对对，你位置弄好的时候你就这样子一直搓，你要搓好几天哦，然后慢慢以后脚，因为问题都是从脚开始，脚都是冰冷的。我的脚也是冰冷，我躺在床上，我都一直不停地搓的。哎，
好，你要看正面吗？还是不看？好，反过来，嗯。出来一点来。哦，对对，啊，可以。一面听这个道理哈，一面按摩。我跟你讲啊，人就是这样，你从按摩啊，先把身上的病治好，治好了以后，你精气神上来，你再去听这个道理，就很容易接受。Okay. 嗯，然后手指头帮你量一下啊。嗯。这是你的肺。嗯。肺呢，这边还可以，就是一点酸呐、啊。你刚刚那个是大肠镜，这个是你的心脏，好像心脏这个地方心脏有点毛病，这边还跳得不够力。哦，这个、我心脏是不够力的、嗯。啊，不够力啊？是啊，我这个知道。不够力是吧？是啊。你左边的心脏不够力。那应该怎么做啊？啊，就是你不要喝冰冷。我不喝冰冷。哎，冰冷，哎，对，就是你要养成习惯不喝冰冷，然后就哪里堵住，慢慢把它弄通就好了。哎，弄通就是你在心脏这根地方啊，心脏那个地方看看哪里有堵住。你刚刚那根筋是心包筋、嗯，这个是你的心脏，心脏跳的不是很有力，它里面就是大部分都是酸，啊、嗯，酸。心脏真的不够力，因为你的背后。很多地方都是头上面啊，什么都是问题很多嘛。嗯，那你帮一下我吧，每个星期过来按一下、调一下，好吗？都可以啊。OK， 然后你这边肝脏看到没有？你的肝脏有问题。有问题啊。肝脏一放的时候也是酸，你这个醋不能吃太多啊。醋？哎，醋啊，酸的东西少去，因为你这个东西肝脏它是忌酸的。哦，忌酸。哎，忌酸。然后心脏是忌苦的，就是心脏你喝点咖啡啊哈，少加点糖。哦。它苦啊，苦对心脏好。好 ，OK。哎，那酸呢？就是你酸的刚刚好，不能太酸。醋这个东西啊，你现在我手一放在你这个肝脏的位置，肝脏是这一片都是肝脏哦，我这一片肝脏的时候都是酸哦 ，SORE 哦。哦。嗯，所以说你这个。肝脏很酸，但是痛还没有。酸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开始痛的时候，你就不舒服。哎，那个酸，那个酵素会不会酸呢？什么酵素啊？是啊。酵素有的时候难说的了。因为我现在有喝酵素了。他们这个日本人发明了酵素，都水果那些，然后自己发酵出来。现在我自己发酵。有没有效果？我们也不敢肯定的。嗯嗯。你知道吧？因为各说各话。因为我以前嘛，那老是便秘嘛，就是喝个酵素好、嗯，好一点是吧？是啊，好很多、哦。我老婆以前也是便秘，她就是吃香蕉。香蕉。每个人方法不一样。因为香蕉我太凉也不行、香蕉你喝会热一点，温热一点。怎么样温热？微波炉热一下就好了、哦，热到某一个温度就好，你不要冰着吃嘛。但是香蕉本身就是寒凉的嘞。哎，香蕉，可是你它有的时候它有钾嘛。还有对有一些地方有帮助，有些地方有帮助，你现在这个左边是脾脏哦，嗯、右边是你的，脾脏还可以，你的就是你的左边就是这边的肝脏跟那个胆，哦、肝胆就会差一点，很多人都是肝胆的问题。我跟我结束，我是脾不好，脾。嗯那个血就是 脾我放在这里的时候脾还好，这里啊，你知道吗？我就是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少是不 是？你的血不够力，不够力，你那个心包筋啊，跟那个心脏、啊、它都跳的不是很够力、哦 okay ，所以它做出来就是你刚刚不是两个肾脏吗？你左边的肾脏有问题，啊、所以你做出来那个血就不够，啊、不够强烈，你问题在左边。左边的肾脏，因为它酸痛，我一放上去我知道，嗯、你左边这个弄好了以后啊，你的心脏就会改善、哦，因为左边它是肾脏，哦、
肾脏出了问题，心脏只是供血作用嘛，然后供给你血到各个地方嘛，哦、你知道吗？你说我的、哎、肾脏，肾脏你造出来的血不够力。哦，不够。譬如说你造出来，你这个血液是百分之百好、嗯，你现在造出来血，你现在左边很酸痛，你造出来血只能有二十、嗯，左边只能有二十的那个作用。嗯、那右边就算你造出来是75分、嗯、可以及格，可是你左边只有20到30。也不及格啊，少掉30到40的力量，所以你就是左边，左边要把它，哎，对，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大肠这个地方过来，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的胆的问题，知道吧？胆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它肿胀痛 ，OK， 你就要不停的压，压了以后哈，把它里面的痛呢哈，把它就是减少。然后吃东西都要小心，蔬菜多吃一点哈，肉啊这些东西，那个什么麦当劳这个东西都要少吃，他们的肉很奇怪，一吃也很酸的。哦，这个是防止。哎，对啊，你就是吃点鸡肉啊、鱼啊或这些哈、嗯，那些那种奇怪的肉哈、嗯，你五花肉是正式的那些猪肉，你吃没有关系，你懂吧？哎，吃肉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因为肉吃下去它就是酸性。要酸性。哎、嗯。那你看你吃什么舒服你就吃什么嘛，注意嘛、嗯、啊，你看到吗？这个地方你看到哈、嗯、这里它就紧了，紧的时候它就有问题，紧的时候你就不舒服、啊、一路下来啊都是，所以呢它这个一都绷紧的时候，这个肠都绷紧了、嗯、肠绷紧的时候它不能放松，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要这里痛哈，嗯，痛，对呀、啊，我们跟你讲这里痛，痛的地方就一直不停的揉，一直不停的揉，啊、嗯。揉久了以后啊，它热攻进去，药攻进去以后，它就慢慢就会减少痛，减少痛。等到你痛到只有10分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攻它了。啊、哎，我把你攻了70-80分下去的时候，剩下就是你就自己可以赢它了。嗯。酸痛。对啊，酸痛啊！我就跟你讲，酸是第一步。第一个毛病，痛是第二，第三就是麻。嗯、所以呢，酸还算好的，但是因为大家都希望病快点好嘛，对不对？嗯，好吧。现在好很多。嗯，好很多啊。OK。可以了是吧？啊，可以了，差不多了。哦，好起来了。Okay, 嗯，好。谢谢。Okay, thank you, bye-bye.